谢咱信歌队带咱做伙来敬拜佛陀。大家刚到参加咱老师来刚到一对吧，请就是仆人式的领导，那台语来讲就是罗伯式的领导。咱今日为联合礼拜，咱邀请咱的林丁乐来做欢迎。感谢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在耶稣基督名，欢迎你参加伫永福的大家庭。在耶稣基督的家庭里，欢迎大家到我们教会来。今天咱有长老执事甲团契啊干部的上任，无上任。今天有长老执事团契干部的就任。所以，我用一个题目是罗伯的领导者。所以，牧师用一个题目是仆人的领导者。来，我邀请咱到今年欢喜来甲这段的经文搁读一摆，好无？我们今天总结起来。来，我们看到底哪一段？来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这世上的人有执政者管辖他们，有领导者支配他们。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，就你们的仆人；谁要居首，谁就得做你们的奴仆。正像人子一样，他不是来受人侍候，而是来侍候人，并且为了救赎。”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。伫遮真欢喜，耶稣伫两千年前就予咱一贯的交代。我们很高兴，两千年前耶稣就给我们这种交代。会记伫两千年前，迄是一个强者生存的时代。记得两千年前是强者生存的时代。我若摕着权力，什么人就是爱为着我服侍啦。我如果是强权，谁就要服侍。不怕像耶稣上帝囝。没想到耶稣上。就把这个天国的真理给我们，就把天国的真理给我们。什么人要做大，就做人的奴仆。谁要做大，就要做人的奴仆。什么人要徛在顶面，你都要去服侍人。只要站在上面，就要服侍人。因为有权力的是上帝给我们。因为有权力是神给我们。今天是上帝给你的是健康。今天神给我们是健康。有健康的人服侍软弱的人。有健康的人服侍人。有能力的人不是在车啊把人，有能力的人是在宽待那些软弱宽容的人。有能力的人不是。差遣别人是在服侍别人。耶稣在两千年前就给咱这款的教示。耶稣为什么在两千年就会？因为这是上帝国的真理。因为这是上帝国的真理。上帝爱你爱我，成做伊的百姓了，嘛来领受耶稣的教导。神要我们当成他的百姓以后，就来领受耶稣的教导。我过一摆讲，这个才是奴仆，不是奴隶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是奴仆，不是奴役。奴隶是完全无自由。奴隶是完全没有自由。奴隶是被人限制。奴隶是被限制的。但是奴仆是，你帮助过我，你疼过我，我就要亲像奴仆安尼来款待。但是仆人是你曾经疼过我，你就这样子来款待你。我的囝，即马替我生一个孙。我的儿子现在替我生一个孙子。我看到我的囝，我甲我的媳妇，哪敢伫咧做伊的囝，我的孙的奴仆同款。我听不懂耶。你听不懂？真的，我的太复杂了。我的儿子跟我的媳妇在服侍我的孙子，就像仆人在服侍。我看到我的儿子媳妇在服侍我的孙子，就像在服侍仆人。我的话你们听得懂吧？所以这个叫做奴仆，这个叫仆人。爸爸妈妈在疼伊的囝，服侍伊的囝，哪敢那一个奴仆？爸爸妈妈在服侍小孩，好像在服侍。那是心甘情愿，这是心甘情愿。有一天，我唔忙，咱的爸爸妈妈老了，咱做囝嘛来服侍咱的士大人，亲像老母一般。我盼望我有一天我们老，我已经老，我们的小孩能过来服侍我，就像服侍仆人一样。是心甘情愿来。是心甘情愿。而且这是一个疼的回馈。而且这是一个爱的回馈。这是疼的流动。这是爱的流动。任何物件若流动落去了，就烂。任何爱的东西流动出的力量，听，让它变成一个服务的听到的了，就有一种生命的感动造出来。爱成为服侍的爱，就生命跑出来。因为耶稣已经安尼做了。各位，耶稣已经这样做。耶稣已经聊了起来。
耶稣已经这样做了。耶稣已经变作你我的奴仆。耶稣已经变成你我的仆人。伊已经予人挂伫十字架顶。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为着请。为爱。因为咱无为着伊定，是伊为着咱定。各位，我们没有为他钉十字架，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。等耶稣已经脱伊的衫，跪落去要甲咱洗脚，你还搁坐伫遐顶吗？等耶稣脱上他的衣服为我们洗脚的时候，你坐在哪里？因为这是一种爱的呼召。各位，这是爱的呼召。耶稣已经把伊的外套脱掉，已经水摕来到你的面前，已经伫咧甲咱洗脚了。耶稣为我们脱上他的外套，已经代替我们洗脚。大礼拜你来到伫永福教会，你坐伫遮。每个礼拜你到永福教会来。你知影偌济人伫这个礼拜前，偌济人伫咧备班、信花队、各方面的人，当咧备班，唔忘记啊，这个礼拜是感动的。你知道有多少人多吗？有圣的队，还是各种服侍的。这些服侍的人是因为听主的缘故。这些服侍的人，因为他们爱主。因为因感受着上帝这么听我，我爱做一挂什么物件来回应。因为他们感受神的爱，所以他们愿意服侍神。是咯，然后你礼拜了后，真侪人当来服侍你。因为我们进来后，很多人在服侍。因为这个是一种领导，那这亲像萝卜的领导，因为我这样你，我要亲像萝卜一款。萝卜一般来服侍你，这个就像仆人的领导，我爱你，就像仆人一样来服侍。真侪时阵半夜十二点一点电话到，很多时候半夜的时候电话就响。你困到蹦蹦叫，你睡得很甜，空空叫。但是服侍可能都爱辅导一个需要的人的会过来，我都爱到尾天光。但牧师半夜就要起来。因为听，所以我欢喜帮助你。因为爱，我愿意这样做。我们所有的人拢会当感受到耶稣这款的呼召。这世间若要变做搁较好，大家人拢爱有这款的亲像萝卜来服侍人。我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爱。等你伫咧服侍人的中间，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。等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。你是有路用的。你是有用的。你有代志做，你是有事情做的。专门无代志做的人，会较会掉病，还是有代志做的人较会掉病？请问忙的人比较会生病，还是闲闲的人比较会生病？哈哈，闲的。不是这样啦。所以我想，咱大家人真正有家己动起来。所以我们让自己动起来。你特别是退休了后的人，唔通有家己怎啊营营，你营营没代志。特别是退休的人，像不要闲闲没袋子。哎呀，拢爱有代志，你的生命价值怎么继续在阿里顶头？每个人都要事情，让自己的生命往前走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伊的椅啊，行下来了。各位，耶稣已经离开他的椅子，已经走下来了。唔忙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嘛拢离开你的椅啊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离开我们的椅子。出来服侍人。出来服侍，因为在服侍人的中间表示你疼伊。因为在服侍人当中表示你爱他。因为在服侍人的过程的中间，知影你伫咧回应上帝的疼。因为在服侍人当中，是你在回应神的爱。过一摆，咱来讲，咱来读耶稣的话，好，预备，来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法师，我尚且替你们洗脚，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。我为你们立的榜样，是要你们照着我替你们做的去做。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敢那听道理的人。所以基督徒不是只有听道理。基督徒是咧听爱去去行，去行。基督徒是要听而且去行。有听有去行，这是完成一个动作。有听有行才完成。有听有领受别人的听，佮有付出听。你的人生是无亏欠的人生，有领受有付出才是没有亏欠的。大家人拢伫遮咧找迄个平衡点，大家都在找平衡点。我望爸母照顾我十五年、二十年，然后我会当照顾爸母超过二十年。我愿意，我照顾父母的年龄多于他照顾我的年龄。我领受别人的对我的疼甲鼓励，
了后我爱付出比佫较多，因为这是一种的回报。我领受别人的爱以后，我能够付出。真侪时阵，我伫别人领受，但是我要回报伊的时，已经无伫个嘛，伊嘛无伫我的城市身边。我这个疼唔通留咧，就爱我予其他我身边其他的人。有时候我们只预养了亲人代言，我们想服侍，但是那个人已经不在。耶稣讲，我替恁已经设立一个模范。我替你们设立的。恁都要照安尼行。你们要照这样行。咱今仔日要设立所有这长老执事甲团结会长。我们今天要设立长老执事团契的会长。希望大家人拢照安尼去做罗卜。盼望大家都照这样去做仆人。成做众人的模范，成了众人的模范。然后你好好找到几个 case， 你好好去请伊服侍伊，唔嘛有一日伊嘛爬起来，学你的关系，我来服侍别人。然后你好好去找几个人去服侍他，你去照顾他，然后那个人也可以跟着你的脚步行。今天有人要洗礼，今天有人要受洗。我想这个也会讲到，在耶稣基督内面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的生命？今天我会谈到耶稣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。耶稣说：“你就去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去。”去到在世间的中间，做到让人知恁是我的学生。在世间人当中，让人家知道你是我的学生。不是你的嘴，让人讲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。不是用嘴巴，是用行动。是用嘴做到让人讲恁，敢那是基督徒。用行动让人家知道恁是基督徒。是按照人对你的行动会知影你是基督徒。为什么用行动知道你是基督徒？你比别人更加关心别人。因为你会更关心别人。你的目睭会观察周边的人的需要。你的眼睛会看到别人。你会主动去安排，偷偷安排真多真多事。你会主动去安排很多事。然后人统合起来了，你的身躯、你的所做，感觉哎，你哪敢那亲像基督徒的款哦？然后人就会看出你真的像。唔忙，咱大家人参加来。盼望大家一起。我真欢喜，就大概哪里洗礼的时来，然后郑医师跟阮老师啊，严勇来洗礼啦。真的吗？这句我们翻译了。啊，要甲因招呼，向来煞变做基督徒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啊，我想所有来接近你的，煞全拢，互你严勇变做。耶稣基督的温度，欢喜教练的款待我。所以来接触永福教会的都被永福教会影响，变成基督徒。你要成最有影响力的生命。我们要成为有影响力的生命。我真欢喜，昨昏伫中华基督教边，咱总会办一个同性研讨会。我们昨天在彰基有办一个同性研讨会。我怕算伫迄个参与者的中间，拢是永福教会的人上积极。没有想到在参与者当中，我们永福教会非常的活跃，而且拢是真活跃地来反对同性的意见，而且都是非常活跃的反对同性意见。啊，因的牧师是长老教会，所以打脸牧师了吗？因的牧师是迄个长老教会性别公益的主委。牧师是总会的主委，性别的主委。啊，伫迄个会场，大家人拢替我真紧张，大家都替他很紧张。牧师，啊，这是烟火，那个烟火，那个发言的，弟弟发言的，拢是烟火的。包括我也发言了。啊，但是我真欢喜。但是我很高兴。我真欢喜看到这样事。我很高兴看到一件事。虽然所有在场的人，包括总会人，拢替牧师真烦恼，讲当天你弟烟火办得无会。包括每个人都替我非常的烦恼，你怎么误会？但是我心内真欢喜讲。因为我教会里面的发言反对的人，拢真有准备。但是我很高兴，发言的人在尤其我们教会人都很有准备。而且因的发言的内容，拢真有内容。而且发言的内容都非常棒。然后，底下其实真侪人，敢那对我烦恼以外，拢唔知道我偷偷我咧欢喜这样代志。大家都不知道，我是偷偷的高兴。因为竟然伫这么冲突的意见的内面。我甲我的会友，我甲我的中级会当斗阵伫遮做礼拜。既然这么冲突的议题当中，我们还是可以和睦相处。你感觉这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？不知道。伊是反对这个，啊，我是会当理解，啊，阮两个当徛伫同一个台顶。你要为着这个拍拖啊无？
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这个叫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甲无同款的人拢连接到顶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把不同意见的人连接到顶。圣餐的目标就是甲你甲我，咱拢无同款，但是咱会当伫同一个厝内，也搁会当和谐三件东西。圣餐就是把不同意见的人可以把它联合在一起。你要为着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全世界即马上尖锐冲突的一个话题。我甲我的长老，甲我甲我的朋友，也搁会当共伫一间教会三个和谐做礼拜。目前同性议题是最冲突的议题，但是我们还可以和平相处，谢谢。一般的人拢为着这個，你就要甲我离开这个教会，因为你这跟我无共。一般人为了这个会吵架，他说你要离开，但是我们没有。我两个看到今天才大结果的。我们可以在这里和平共处，也没有打架。这个叫做信仰超越。这个叫信仰超越。因为我伫这个家，跟我领导设立一个模范。我们设立一个模范。伫你甲你的先生，你甲你的太太，有啥物真尖锐的问题冲突的时？你跟你先生跟太太，如果有很尖锐的问题冲突的时候，请你搁倒转来伫耶稣基督的信仰。请你回到耶稣基督的信仰。因为这个信仰会当搁甲咱连接到顶，互你无开过。因为这个信仰可以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让我们有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手是向世界开过的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手是向世界。既然劳苦背重担的，拢来就问我。烦恼苦负重担的，就来救。既然所有无同款的人，恁有苦闷的人，拢来就问我。那所有不同的人，你只要劳苦背重担的，过来救接近。我要把你带到上帝温暖温殿的宝座前。我要带你到主前。连恁拢是上帝的子。你们都是上帝。所有人，不管你什么款的认知，所有的人，不管你是什么认知，你是迄个共产党的，还是国民党的？你是共产党的，还是国民党？一等因两个抬价的，两栋抬价的时，当他们厮杀的时候，上帝讲恁拢是我的子。所有人都是我的。但是。是。呀。不管你是外省的、本省的，上帝讲，恁拢是我的子。你们都是我的儿子。所以，不管你的进，你这世间对什么款的物件，你有什么不同款的看法，会记得倒转来到我伫上帝面前，咱拢是啥？上帝的子。不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回到神面前，我就是上帝。上帝疼伊，上帝嘛疼我。神爱我，也爱他。因为当你老欢喜，你还是有这款的信仰。等我高兴，你说这种信仰的时候，等你欢喜，领受这个信仰，搁照安尼去行。等我们高兴，你说这种信仰，就照这样去行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已经替咱设立的模范，嘛变作你伫别人的目睭中的模范。耶稣替我们设立的模范，也成为我们别人的模范。你的信仰已经跟人无同款。我们的生命跟别人已经无同款。今仔日咱要用这款的领受对耶稣领受的。来到伫施恩的宝座前。我们今天要用这种领受来到主前。所以，咱英国教会牧师甲长老，咱真侪代志，咱看法无同款。但是，哈利路亚，咱是伫主的内面，咱合二为一。所以，我们的长老跟我们牧师有很多中间意见不一样，那是没有关系。咱两个欢喜，彼此三爱，彼此相爱。你讲阿门无？阿门。那三个记得。主上帝，我满心感谢，在你的面前，我欢喜做你的子。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呼唤，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永恒的家，也进入到了上帝的国度里面。我们要用爱彼此连结，我们要用基督十字架上的爱、牺牲付出的爱、谦卑为怀的爱，然后我们走进别人的世界，特别走进别人的需要里面。多谢主耶稣，在阮需要的时，也搁最侪人的时，也搁真软弱的时，你已经代行为了阮死。啊，这样的事先为软弱人付出牺牲，变成一种呼唤，爱的呼唤。今日阮才当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恳求你今仔日嘛将这款的性情。就是的所有的长老执事团契的会长，以及我们就要洗礼归入主的名下的基督徒，我们来祈祷感谢，感谢主耶稣的名。